直接压住，压制那只很凶的狼。这样，过来一点。不要有点侧。虚比，不要太实。就不要太整齐就对了，它要有点斑纹的那个感觉，所以有点顿挫。细，这斑纹都很重要。嗯。已经写不下了，我们说在这就可以收。啊，这都是可以的。要收起来。啊，这个地方到这儿，这个地方到这儿，其实蛮刚好的。啊，我们就可以这里就写金虎，两个字就好了。你为了让人家去感觉，就把这个老虎的草书再写一遍，这样人家就会去参考比对啊。这是人鱼，你是人鱼还没教吗？没有啊，今天来教人鱼啊。好，讲人鱼，然后这边左边呢就签名，这是可以给你们抽的。